彩椒菜花。菜花400克洗净，切成小朵。红椒30克切小块，青椒30克切小块。锅中放入适量清水烧开，放入菜花，盐半勺，汆烫1分钟后捞出沥干待用。锅中放入适量油，放入姜蒜末爆香，放入青红椒块翻炒1/2分钟，加入菜花翻炒均匀，加入生抽半勺，盐半勺，鸡精半勺，拌匀后即可出锅。